工，明天下班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嗯，好久没有见面了。好，那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见呢。终于等到你们家老三了啊！爸，李叔早。早，我去上学了。哎，今天看起来春风得意哦。哪有？晚上会晚点回家，但是也不会太晚了。我走了。你最近很爱乱跑哦。哪有？我都只有在学校而已啊。走了，你慢慢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可能在谈恋爱了。长这么大了还傻乎乎的，谈恋爱，我摔得鼻青脸肿才怪。任三姐电话。哎，修斯老师的电话你要不要接啊？哎，修斯老师说要杀我，我恨他。喂，老师，三天他睡死了，什么事啊？我想要借一张《The Last Kung Fu》的 DVD。三天不是给过你了吗？我都借朋友了啦，而且前景先住院，李花说他想要看这个片子。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去。先生，先生早。哦，郑尚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个修斯老师没空，我帮他带 DVD 来给你看。哦，谢谢。金井先生，身体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本来想多一阵子再住医院，走点决赛事所昏倒了，还劳累梨花送我来医院。他刚到楼下帮我领药，应该还在药局吧。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？现在的我比以前有用。李花，我要回原田事务所。我其实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，但是就算准备的再多，一看到你，其实我就。什么？用原田名义接的案子刚好都结束了。前景先生没有家人，我就想先好好的照顾他。这段时间我不打算接新的案子，所以不用找新员工。可是，跟藤泉合作的译文中心呢？他不是……我只答应帮忙他们参加净土的部分。
得去让前景先生吃药了。真山，你保重。我知道，李花她一眼就能看透我，她才会拼了命保持距离，不想让我靠近。可是我只想回到原点，重新开始。刹车吧，我载你。你怎么有车？公司车啊。我在工地看到下雨，我想说，平常你不会带伞出门，被我猜对了吧？公司车应该早点开回去还给公司啊。上车吧，就只是顺路。看到真山，他跟我约了下班之后在学校碰。我打他手机，他一直都没接。我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现在外面下雨耶，说不定他哪里躲雨，你再等一下吧。等雨停，他就出现了。好了，那你要跟他说，我还在等他哦。哎，铁人，王宝钏等了薛平贵一等等了18年，你再等几个小时，坚贞一点好不好？认真点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跟他讲。好了，拜拜。喂。啊，干嘛？你那是功夫的 DVD 放在哪？谁要啊？李华公司的前景先生要看。谁是前景先生啊？在哪啦？啊，在那边啊。那下面呢？失望哦。
咪呀咪呀，急急如律令，铁人的心魔。